这是才那位朱长老跟你说了什么悄悄话？我且不计较从前血债，他倒好，竟还有如此大的敌意。这山里山外到处都是哥哥的手下，猴哥哥务必跟紧我。从前，哥哥常与我在这山间玩耍，那六剑将还会逗我们开心，好生快活。 此处有洞门过，我先行，猴哥哥亲自往前出去。两只脚比不过四只脚。 从这里跳下，有条密道通往母亲的寝宫。她应该还在里面。母亲一向溺爱哥哥，怎肯轻易交出扇子？ 居住，据说以前也是母亲的故友。若能再请他出山，与我们一同庆祝母亲，借此芭蕉扇的机会，又能再大几分。我速去速回，童哥哥自己当心啊！
住手！死便死了，只求死的结局。能挡住这鬼车，也算值得。若不能救我脱身于阴鬼之术，就走吧。生者死之根，死者生之根。我是错信了那妖仙，既已好言相告，就此别过吧。我只求死后安宁，不愿做浑噩之鬼。走！此刻你强取此便，我必还归破散，万万不可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动作，死得活得。大王，都要。站住！大王有令，擅闯娘娘进宫者，杀！
说再说。回禁才行。
了。